打马赛克。好，全程打马赛克。请问这位小姐今天要干嘛？今天你告诉大家，下流，果然是有一点 A B 感。今天是不是我难得放假？对，我们要出去，你要帮我打马赛克。好，全程打马赛克。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只打眼睛这样一条马赛克，好不好？这种。哪有人拍？你都现在这样子啊？我们就这样一条马赛克到底。请问这位小姐今天要干嘛？今天你告诉大家要干嘛？下流，果然是有一点 A B 感呐、啊。好，今天就看示范，但是出发前还是要，我要先去录音，对不对？我要先去录音，我个人发行那个单曲。你愿意露脸讲话了？卖过饼吗？好，然后我们录完音之后，看你想去哪就去。这里还蛮酷的，然后有 live。啊，不一定啊！啊，前面有小吃美食街，你可以去看。又韩式哎，啊，又韩式，泰式的也有。真好。一家人要给他一个合照，很可爱。他脸上面这个圈圈好好笑、哦，好还你，还他，可怕的东西。Look like a rave at the condo. Heck of a night in Toronto. She said, "Boy, you in Morocco." Pearl white mansion in the. 来了。哦，浮雕。热水。哦，谢谢。这好厉害哦，这个汉堡看起来都发亮的。我很少看到汉堡会觉得看起来好好吃。很厉害的感觉。我一直都很纳闷，汉堡这个东西，很难食用。怎么会？就是他把嘴巴撑到快裂开了。太难了。还是其实应该要捏。这不是杀鸡吗？什么？大巴都快掉下来了。它的这个炸鱼饭好有好 juicy 哦，你有吃吗？我真的还没吃炸鱼饭。获得新的宝宝。什么新的宝宝？多肉。因为我一直看我妹有这个，我就很想要。为什么今天想买植物？因为我想要买新的植物啦。家里的我一样好好照顾他们，但是我腻了。你腻了要新的食物，你看哪一些男朋友也腻了，然后新生命，好烂哦！不是，你会一直有新的创意出现，可是他们没有啊。啊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看他要去哪里，我就不知道这边是可以进去。哦，是哦，对不起，我就知道。